为何这样如此显脸大呢？是因为我今天没有化妆的原因吗？也不是，我也是化了一点喂。嗨，我脸好大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们看，好可怕！明明在镜子里看不是这样的，算了，换个角度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感觉，像个落枕一样。好像没涂好，涂的太随意了，随便搞两下，好白倒也没有吧，那倒也没有，不过我觉得眉毛化浓之后显得更酷，最近也没戴眼镜，我把眼镜都装到包里了。可是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有点那种感觉，就不是很好看，不是很有那个格调。那不是因为不想让它掉得太快吗？可以，好不容易染的头，你说总不能因为我。天天洗头就让它的颜色一下掉没了，好硬，不是，今天是因为太阳太大了，我就戴帽子遮阳。你们是不知道，真的太热，那个太阳大到我无法出门。好硬，不觉得这个颜色搭配其实还行吗？还行，因为它不是那种鲜艳的红配鲜艳的绿，就感觉还好诶，合影，是庆祝我放假吗？应该是只上助演的，主要是老师他跟我说不缺人呢。我还是对他们那个公园挺感兴趣的，只不过我最近如果真的是要上的话，我会崩溃的。好吧，没关系，放假了也无所谓的，天天都待在中心也没事。欢迎。怎么对颜色如此敏感？我也不知道这算什么红，这算酒红，那就是酒红 冷餐也不知道，应该不会去吧？可能是因为这个红色也显白。主要是因为最近不是这一周是在忙生日，再往下的话就是新公演，虽然说这周也在忙新公演了，然后如果还要再学一个新公演的话，我会崩溃的。不，醒醒，没有白，没有白，你看你看，哎，不过今天我手上也涂了，因为今天实在太晒了，我平时不给手上涂防晒的，但我今天也给手上涂防晒了，然后那个防晒就带有一丝亮白的感觉，所以我的手也稍微亮白了一点。哈？好的。
说起来，今天因为我就是那个白天在考试嘛，然后他们今天白天排了一首十六人曲，我到现在还没学那首十六人曲，我打算明天排练之前，然后找老师学一下。今天晚上我要。录完了，新公演吗？圣诞的节目定了，但是节目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弄好。新公演，说实话还没有。说实话，我到现在连我是什么 unit 都不知道呢，这合理吗？我现在也不知道，这周的 unit 也定了，啊，新公演确实还有时间，还好还好，我不说，我发现真的是人一肿肿的贼快，因为我昨天晚上，昨天晚上吃了点东西，今天一照镜子就发现自己打回了，直接打回去了。我本来上周天天就是天天都吃，对，吃的很少，好不容易才好了一点。可是我昨天吃的是螺蛳粉，然后还加了一份鸡爪，然后还加了一份烤苕皮，主要是因为昨天，就是，烤苕皮真的很好吃，其实还加了一份鸡肉丸，因为那个便利蜂它晚上打折，你们也可以去看看，真的，如果你家附近有便利蜂的话，晚上一定要去看看。烤苕皮我也是第一次吃，是吧？你就不买你都感觉亏了。晚上你去看那些什么那些串儿，什么肉串儿，2块钱一串儿，真的，所以我就，我也是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鸭锁骨，原价20多块钱，他就卖7块，这能你能忍住不买吗？我请问。真的有这种好事，你要是附近有便利蜂，你就知道了。真四舍五入不要钱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，哎，合影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如此便宜。可是我觉得那个冰杯有点过分了，我之前在全家买冰杯，一个冰杯就要5块。好可怕，它只是一些水而已，它只是一杯水，连一个杯子都没有装满的水，要卖5块，我买瓶水才2、3块，而且还比它的量多，这是冷柜的空间，好吧，冷柜那么贵吗？合影。原来如此，真假的都你们摸索出来的，什么大麦奶茶，哎。
有道理，我今天才买了一杯大麦，一瓶大麦茶，但是我房间里好像没有牛奶。米其林真甜，咪咪，救命！这是酒红色，什么东西？再开始打赌了吗？可是我不是上次我上次不是说。啊，可是中心附近好像没有蜜雪冰城，学校那里倒是有，啊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嘿嘿。可是我现在也还好，我那个啥，我中心有冰箱呢，就无所谓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嗨，哎，合影。反正看啥不是看嘛，真的是，冰淇淋化得快，不是，可是我也不是以恰恰恰开头的呀、啊，请问，我是以什么开头的？我都忘了，我应该是以什么开头的？真不记得了。忍者，因为我其实我虽然没上公演，但是我的那个什么，我的位置是忍者，虽然说我也没跳过那个位置，就是来的时候吧，我应该首演的时候还是替别人的，对，就是我首演的位置应该是忍者，但是因为我没有去首演，所以他又把那个给，重新分了。但我也没录啊，就是因为他本来给我安排的是忍者，可是我不来。不过也不重要了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我来了之后我就啥都跳，十多场之后才，不是我就想撑着，全位置是不是有点真的有点厉害？不过我恰恰恰好像并没有跳过二三，好像还真的没有跳过二三。我想想，蹦蹦蹦好像三个都跳过，忍者也是三个都跳过，Super 这个好像也是四个都跳过，还有哪首歌呀？Tango 只跳过一个好像，Tango 只跳过女生啦，嘿嘿。真的两个都有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我只记过。对，我好像真的是两个都跳过，我震惊了。可是那次也不是男的，那一次，对，就差恰恰恰了，可是我恰恰恰跳过那么多次，就合影，就当那么多次，然后弥补了那两个位置吧。
四个展位，这么说起来好像感觉有点厉害，不过，红玫瑰绿头发，其实我也觉得，我那天在后台自拍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那么一丝，有那么一丝魅惑的感觉，奖励，没跟我提前说过呀，那没提前说，怎么现在要奖励呢？对，怎么突然说有就有，那可不行。我就是要学会淡定，我告诉你，我不能太激动，一激动就没有那个感觉了。恰恰就是要有一丝那种美丽女特务的感觉。就是，对，就是那种感觉，要高贵。好，你们继续打，你们继续打，我在这里吃瓜。形容的都好有那味儿，这不是，人家是，我这是镜面，本来能，等，不对，这也不能，也不对，不对，不是漆，不是漆，这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已经开始不择手段了，你们，这可不行。对，人家是那个啥，是个感叹号。原本应该是 O I O I，但是它这个也不是个 I 呀，它也是个倒过来的。就那天在那个剧场后台，不是要录新冠那些什么采访之类的东西嘛，然后那姐姐跟我说，她说你怎么说话的时候一直把手拿上来。让他给我回看，他说你手一拿上，咵，画面就黑一半。那以后我也多涂点。提醒了我，我把那个身体乳没有带过来，我把身体乳落到学校了，我得再买一罐。今天要做的事情还很多，但是我现在又回到那种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边焦虑，然后一边吃东西，一边焦虑，然后一边刷抖音。女团节目，你说的是那个节目吗？难道是那个？哎，不带货了，不看带货了。我震惊，我震惊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真假？从哪里看到消息？我也要看。好的。怎么会这么好的事？怎么会这么好的事？好了，别说了。
拿出我的这个硬币。哎，8月，那不早着呢吗？哎，也好像也不早了。也是，哎，不过没电了，快没电了。还真的是，突然一下放假了，都有点措手不及。哎，我先充上吧，甚至不敢相信，我都感觉是不是还没放假？我怎么是不是提前跑了呀？就是总有种要回学校的感觉，但是也不用回来。对，不一样，因为我只有一个黑皮筋。主要是我很痛苦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我不过没关系，我现在已经跟自己和解了。我不是上周啊，我又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最近事情真的好多。我要缓一缓，怎么就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了？可以，就是上周我不是选课嘛，然后就好像跟你们说了，就是我那天真的是历经千辛万苦，然后非常波折，很难。那天下着雨，我还在学校里面狂奔，然后找这个老师，找那个老师，然后那个老师还要损我。然后去找那个老师，那个老师又接娃去了。反正到最后是就是事儿也没办成，我就把单子放到那块儿，然后让我们那个教导主任跟他联系。然后今天联系的结果出来了，说因为那个课选课人数不足，然后把那个课给取消了。然后我又没课上了，也就是说我从周五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奔跑奔跑奔跑。我不是选了两个课嘛，第一个课说是人满了选不了了，第二个课说是，就是选课人数不够给取消了。对，我选不上，然后后来又说人数不足，然后课给取消了。今天的话，他又说什么是明天，今天，就是说明天早上10点钟是最后时间，说还可以再选课，然后明天早上10点钟之前拿给老师。然后我看了一下，他说能选那些课都是我上不了的了。就是和我的课会有冲突，和我的就是专业课有冲突的那些时间，所以我就没选。然后我就今天不是昨天在后台嘛，然后又碰到之前的同学大三的，他是最后一年了嘛，大四要选课了，他也是就是分不够，然后要手动去选嘛。他跟我一样跑学校，跑这里跑那里，跑这里跑那里，总是这个不在那个不在，这个不在那个不在，这个有那个找那个，那个找这个。然后他也是昨天一度破防，你知道吗？他昨天就是，而且我们昨天刚好演出那一天，在排练，然后在后台很多事儿，老师这会儿说要这个节目要排，那个节目要排，然后他就是又跑过去交单子，然后又过来排练，然后跑来跑去跑来跑去，然后昨天还就是还下雨嘛，就他就破防了。当场破防，我就跟他开始，我们俩开始，就开始，就是泄愤，然后他，对，然后他今天选成功了，我更难过了。明明昨天我们两个在抱头痛哭，今天怎么就剩我一个了呢？然后还有今天也是，我有个同学他要休学了嘛，然后他一度因为休学太过于麻烦，不想休学了，不过他还是休了呢。就是休学，我也懂是一个怎样的感受啊？休学、复学、选课这些的事情，我知道有多么难受。就是你跑到这里，跑那里，跑这里，跑那里，再写这个单子，交给他签字，交给那个签字，然后再，对，再跑来跑去，再跑一轮，然后跑不止好几轮，我懂他的。然后他也在朋友圈里
开麦，还在我们班群里面开麦。我当时也很想安慰一下他，我说大家都这么过来的。嗯，真的，我真的很懂他们的感受，就是我也感觉就真的很牛，他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感受一次，嗯，就是真的，真的，永远没有人在，永远没有人来办事，永远不能一下结束，对，大家一起破防了，笑死，而且主要是。就有些老师的，就是态度还不太好，主要我们都是毕恭毕敬。我说，当当，老师在吗？那个老师在吗？这个老师在吗？合影。然后就甩一句，不知道。我甩一句，出去等着吧。就真的破防。哎 对啊，填这个填那个，填这个填那个。搞来搞去真的很，没什么可投诉的。我估计投诉还要跑好几圈呢。填个单子，这个盖章那个盖章，好吗？我又破防了。然后，而且主要是因为我，就是因为周五。怎么说？就因为周五选课那些事情，我还错过了很多。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起舞，我们排起舞的时候，就中间其实还有给我们 solo 的，也不是说 solo，就给我们展示的时间嘛，会分组，比如说几人一组，几人一组可以出来展示一下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在，然后。排练大起舞的时候也没在，所以我就一直站在了最边边。然后也与那个 solo 的 part 无缘了。而且本来就是怎么说呢，我就是打击有点太多了，就是那种小小的那些打击。先是，对，反正就是，对，听到那些话我是很难过，然后。又去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错过了排练。错过排练之后呢，位置排在最边边，然后也没有了那个跳舞的 part 了。我想没关系，反正我还有自己的节目呢嘛。我说我们那个节目，小型的团体的节目，总比大起舞的那个展示时间多吧。然后没有想到，前一天节目被砍了，然后我就真的是一无所有了，就是。大起舞也是站在边边，然后小节目也被拿掉了，啥事都没有了，然后还有很多工作，还要去拍照 不过我觉得拍照也是件蛮开心的事，只不过就是我那个相机有点太垃圾了，我那个相机好多年前买的，然后当时买的也不是新款，我当时也就是淘了一个，然后拍的也不是很好。对，反正就是这些事情吧，搞得我真的很难受。对呀，对呀，那天就是在结束的时候，让别人帮我拍2张。其实一直都没拍，我本来想后台跟大家都合照之类的，因为大三他们之后，怎么说呢，就是感觉再见到他们机会很少。虽然说他们还要再上大四上一年，但是感觉好像见到机会会越来越少。合影。还好了，就是相机倒是还行，而且我还自带了灯具。什么储存卡？难道我之前有过不放储存卡的事吗？有这种事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对，专业的补光灯。但是其实，怎么说呢？我最后被就是被派去拍舞台，
这个舞台吧，也用不着那个补光灯。Sorry，想起来了。好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对，主要是因为找不到特别好的角度。我本来想站在最中间拍，可是最中间会挡别人啊，所以我都是那个疯狂走位，就是跑到这边拍两张，然后唰唰唰的穿过去跑。对，就真的很难构图。我觉得能把人拍清楚，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很难的事了。下学期怎么说呢？下学期唉，也就还行吧。虽然说，不过觉得都挺好的，上啥课都是上。可是速度拉高的话，它那个画面就会变暗掉，变得特别暗，而是灰灰的，又灰又暗。专业课就是我们下学期好像要开始学民族舞了，好像要学民舞基础，好可怕！下学期，就怎么说，我现在还没有搞完，因为我还有那个别的，就是要补修的课，要从开学之后才可以才选。新疆舞真的好可怕，我不喜欢民族舞。但我虽然不是我没有拉踩，但就是我跳不好。而且我不会那些技巧，民族舞都是要踢来踢去、翻来翻去的那种，转来转去，我感觉我都不太行。没有想到学了个流行舞，最后还是逃不过。因为我们现在不算是强制拉筋，我们现在都是怎么说，就是我们虽然我们有那个什么爵士基础课，也不是强制拉筋儿，就是老师说来，现在是拉筋的时间，大家自己来拉一拉。可是民族舞就是感觉是那种上课，然后老师要一个一个踩过去的那种感觉。听起来有点害怕，但是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，很紧张。因为之前学别的武术就是，老师一个一个踩，一个一个搬的那种。祝福，谢谢你，救命！你们互相踩踩好吗？对，开学是2个月之后的事呢，好开心，我要去办卡了。我这下真的是要办那个啥，那个卡了。我之前上课都是去那个什么用别人的卡上课，我现在可以办卡了。不是迪士尼，不过迪士尼有月卡这种东西吗？但是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想跳一跳一些自己喜欢的舞，想天天泡在舞蹈房里。不过那边真的好热，去那边跳舞真的好热。去2次就回本，真假的？也不算是女团舞了，就怎么说呢？因为之前老师也跟我说过，他说不建议出去上那些女团舞的课。他说女团的舞你自己也可以扒，你出去上的话效果不大。上一些别的，想学学 walking，然后想再学学脚步的动作。我感觉我脚底下不太稳。那我尽量跳得好一点，我跳得好一点就给你们看。哎不，
对，主要是因为你们知道，你们应该不知道，有一种舞就是舞种叫做 house，它就是跳一些脚底下的动作很多。然后这学期跳的时候，我感觉我就是跟不上，就是因为它那个要求你身体要感觉很轻盈，然后又要很有力，然后脚底下要很快，我就感觉我不行，唉。像热锅上蚂蚁，笑死！这是什么，都好奇怪啊。哎，合影，不是扎马步，其实不是那个吻，对，确实基本功那些的，就是比如说要日常锻炼，不是节奏感，其实也是跟。力量有关，我觉得它不是因为节奏，我不是踩不上节奏，而是有的时候它要运用一些，就是律动啊之类的，我感觉我做的不好。什么翻跟头？啊，健身房，我可是不想去健身房，我觉得健身房有一点害怕，而且我本来也不行，你说我。就是用一些器材，我不会用啊，而且我感觉我就是一个新手小白，在那里搞那些东西会很奇怪。也是，就是自己做一做运动就好。我去健身房还是有那么一丝的，就是不习惯。什么？对，轮胎，救命！笑死我！我再搞个那个绳儿，那样帅。那打听我的力量吗？我不告诉你。什么？还有这种事吗？让我听听。我得搞个训练计划了，感觉得，哎，不过说实话，我们就是学校附近好像健身房很多。因为我之前怎么说呢，我感觉健身房这个东西离我非常遥远。然后去了学校之后，发现到处都是健身房，好奇怪，到处都是，就是学校门口、宿舍门口，就是旁边全部都是。然后后来发现，好像每一个商场里都有这种健身房。我才发现，原来健身房离我的生活很近，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接触过。啊，这样吗？啊，好像还确实是，我记得我之前就有同学大一来的时候去办卡，也不知道他去没去过啊，反正只听说他有办卡。好，办了就练了。洗澡，笑死！我们体育馆，啊？我们学校体育馆不需要办卡，我们学校体育馆只能打篮球、打羽毛球。学校没有健身房。或许体育馆会有，啊，对，我就说那个大的体育馆，但是我除了打疫苗之外，我没有再去过那个体育馆了，笑死。哎，合影，我还真忘记了，刚刚在想事情。说起来还想学游泳呢，但是真的，哎，很可怕，游泳很可怕。什么牙痛？不是牙痛了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都在，但是我是在我们旁边那个体育馆打的，很充实。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了啊，好吧，但是其实现阶段要完成事情还很多，怎么说呢？要先搞生日公演，生日公演搞完了要搞新公演，新公演搞完了，说实话有点想去代役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行。如果要去代役的话，我又得新学一套。搞完这些事情之后，再去上课。然后还想去趟迪士尼，
还想出去旅游呢，我哪有这么多时间？根本没有，在想什么？我刚刚还说我要天天，我要开始制定计划，我要锻炼，我发现我好像也做不到。假期，迪士尼确实是想去，因为我真的很想去，我很早之前就想去了。他那个周年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想去了，但是一直没去，想去，非常想去。然后旅游也是非常想去。我这学期看了一学期的攻略了。然后，还想，还想去上课，可是穿这种裙子，我感觉我会行动不便的，而且我会把它搞脏的。加辛苦七日游，好可怕。我脸疼，我捂会儿好吗？短袖大裤衩，这应该是我这几天的标配了吧？我天天待在中心，应该天天都是那个样子了。哦，也是，还得回趟家呢，都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一个星期的话，估计回趟家再去旅游，有点来不及了都。对，我就要显示一下我的脸非常小，因为你看我的手。你看我的脸比我的手还要小，很舒服呀，就是。不过我现在这样的裤衩倒不多，我就是有两条黑的，一条白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本来今年还想改变一下风格，我说我想要变成那种骨瘦如柴，然后棱角分明的那种冷艳美女，结果没有想到自己的脸上肉还是这么多，转不了风格了，还是过于能吃就是。对啊，这就是我的理想状态，就是那种又冷艳，然后又骨感，冷艳骨感美女。不，我想要是那种冷艳骨感还且有肌肉，还白，结果没有想到自己，现在就是这个样子。明年再说吧，明年一定，明年生日的时候我就是一个，骨感冷艳肌肉少女，对，应该不是少女了，骨感冷艳，不是冷艳，骨感冷艳肌肉美女。还白，对，再加个括号，生物书上啊，这个啊这个，啊，怎么没浮现？就是那种你要先想一个瘦弱的人，比如说想想谁呢？想想王毅。像王毅，他特别的瘦，然后还白，刚刚还说什么，骨感冷艳，对，其实我觉得他也挺冷艳，他也符合那个冷艳的感觉，
那就是说王毅再多一点肌肉，就是我要的那个样子，嗯，就是胳膊上这里肌肉要多一点，然后腿上倒还好，腿上不一定要有很多肌肉，胳膊上可以有一点，然后这个腹肌最好也要有，嗯，小腿肌肉我觉得最好不要，小腿有肌肉的话不是特别好看，啊，大腿那里可以稍微有一点线条，但是也不能太多。嗯，好，也是小腿没有肌肉，我都跳不了民族舞了。到时候要练各种小跳大跳，小跳大跳，我都撑不起来了。好，这就是我想象中的样子，想好了，想好了。可以，不，肌肉还是能打动的，真的。你们不可以看不起骨感冷艳少女，好了，冷餐要说起来还有好多事情没有搞，我还没有准备给你们的吃的，得赶紧买了，再不买来不及了，到时候都订不到了。吃点什么好呢？其实我有点想吃鲍师傅，不瞒你们说，你们想吃吗？我记得我当年刚来到上海的时候，就是很感兴趣。然后我就专门去那个人民广场，这个买了一个代牌的，然后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吃过。然后最近他好像又开始这个有点风靡，有点火，有点想吃。而且他不是出了那个麻薯吗？我特别喜欢吃麻薯。他出了那个小小的麻薯，什么芝士奶酪麻薯之类的。喜茶冰棍可以有，这个可以有。绿豆冰指的是冰棒吗？还是那种喝的？那不就？哎呀，哎，自己哎呀，不好吃，哎，笑死了！那天我跟圆圆回来不是拍东西嘛，然后他跟我说，他说他买了一个什么，买了个鲍师傅，然后提回来一看，发现上面写是鲍老师，一个大震惊。然后他说他已经买了好几次了，是这一次突然发现的，因为他那个袋子。他不说我也看不出来，就是那个一模一样，长得一模一样。然后他说他完全不知道，他这个已经买了好几次，他是这一次才突然发现的，笑到了，鲍老师笑死我！我只是过去说，我给大家发鲍老师，而且主要是因为他也没吃出来，你知道吗？飞雪他买了几次，他也没有吃出来，有什么区别？好，让我帮你们参谋一下，我先去买一个鲍老师尝尝啊。笑死了。嘟嘟以假乱真，鲍帅博，鲍帅。哎，不对，鲍帅夫，哎，不对，我在说什么？鲍帅博，笑到了。哦，我好像有看外卖上面有看到过，但是我没有吃过。
炮师傅，还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名字，笑死。卢溪河好像也是，我最近打开小红书总能看到。哎，也可以搞一点，反正搞些那个小点心七七。为什么顶替？蝴蝶酥和杏仁酥是卢溪河吗？我怎么没不记得卢溪河有这个东西？啊！可是我的小红书它就是会给我推送吃的呀。啊，哈尔滨。反正我怎么说呢？其实我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很多研究，要不是你们给我安利，我都不知道有啥好吃的。我自己平时也不会去。跑大老远买，我也不会像他们就是凑着去排队买什么的，同班同学好可怕，真的好可怕。什么？爆帅酥是什么？笑死！我不看淘宝直播，我是看抖音的。可是我的抖音直播现在也没有啥好看的，就是到处都是带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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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且永远都是那么几句话，就是说什么。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大福利，然后说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还不够，我就觉得真的够了，够了。而且主要是就是有点过分了，就是本来就说啊，我买一瓶这么小小的精华露，我送你100包面膜，我送你再送你10盒精华，我再送你。一个金链子，啊我啊说别送了别送了啊不要不要 真的很可怕，所以就不看了，主要是真的 有点过分了 对，真的送到我惶恐，我就是心里很难受，我真的他想他不要再送了，唉。我以前看到那些还是会心动的，以前看到我就觉得好划算，好划算，现在再也不会那么想了。啊？你们都知道吗？对，说明前十个点赞、前十个点关注的要送你，说什么？给你3天之内发货。可以，已经身经百战了，真的 而且我最近不是因为前段时间看那个手机壳的直播，我现在也天天被推送那个手机壳，就是那个讲一些稀奇古怪的话的那个手机壳。我现在的那个直播打开全都是带货。就是这个人带货，那个人带货，每一个人都在带货。我还是想，我刚买了一个新的手机壳，因为我这个手机壳它是个白色的，然后我就是有的时候拿着，然后放就是蹭，手机壳被我给蹭绿了。啊，主要因为我是手，比如说洗头发什么会手会有那个绿的嘛，然后手再碰那个手机壳，我手机壳都绿了。推荐的，那我可以推荐化妆品，可以推荐，怎么说呢？推荐亮闪闪，你们要吗？但是平时日常应该不用这些亮闪闪。就是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用的那个睫毛夹叫，应该是怎么念呢？是 Soku。我那个睫毛夹，哇塞，昨天莫名其妙那个就是胶条给掉了，我真的是难过死了。睫毛夹是我的生命，它是我的命根子，然后它胶条掉了之后，我今天都没法夹睫毛。什么推荐女犯？这我恐怕做不到啦。以前有贴过，但现在不贴了。我觉得贴上去会有点假，而且会很奇怪。我记得我看我之前贴双眼皮的那个
就是公演直播，就感觉有点这人是谁的那种感觉。什么东西？啊，都是都是，发际线也很重要了。不是眼睛变小，是因为我现在眯着，而且主要是因为今天脸稍微大一点，所以才显得小。不然我给你看这个角度，你看眼睛还小吗？脸还大吗？我只不过是因为跟你们熟了，所以我才没有那么在意，就是没有那么注重形象而已。你看看现在。嗯，是吧？谁刚刚在那说稀奇古怪话？可以，我支持。杏仁脸是什么脸？人家不都是瓜子脸和鹅蛋脸吗？什么东西吓我一跳！突然从我袖子里蹦出来了几个不知道莫名其妙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啊？好可怕，像虫子一样。丢掉，还好看不清楚。不是，可是不是都说我这不是说不好看吗？那我这样比较轻松。山核桃的这个形状好像并不怎么好吧？应该是我刚刚吃那个东西，我刚刚吃了一份那个啥鸭锁骨，好像是那个肉渣渣掉到我的袖子里了。什么元气寿司脸好像也不是什么好的，特别好的那个这个形象啊。我不是藏在袖子里，是吃是掉袖子里了，嗯。不是我吃饭掉渣，是那个鸭锁骨它自己掉下来的，是那个肉它自己掉下来不是，我穿的是透气的，你看，透气里面有一层网，这个网网，夏天的，掉袖子也就是我这样吃这样吃这样吃，它可能就你看，因为我手这样松开，这里就有个空嘛，吃着吃着吃，可能啪就掉进去了，然后我也没有感受，然后我刚刚就是手一直这样散下来的，然后它就肯定掉出来了，那 室内不是，这是造型，不懂了吧？我告诉你，啊，说起来又很难过啊，对，我昨天那个啥演出的时候，我给自己搭配好了啊。我给自己搭配好，老师说让我们穿就是屎色的衣服嘛，然后就是我就专门买了一个就是那个屎色的帽子，贝雷帽，然后还买了一个小马甲，因为我之前听别人说，就是不是听别人说，我看他们就是跳舞都穿这种小马甲，干嘛？就不能好好听我把话说完吗？我刚刚还说自己很难过，你们都不关注重点，我知道了，我刚刚说了半天，我说我很难过，你们都没有听到，你们只关注它是什么颜色。有人在意到我刚刚说我自己难过了吗？没有，你们只在意它的颜色。我知道了。我可没有凶人，我是委屈。那我要继续说了，就是很难过的是什么？我本来买了一个帽子嘛，专门打算来搭配的。因为我本来觉得我自己可能水平不是很高，我就想靠服装来凑一下，所以我就专门买了一顶。帽子，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小马甲，因为我之前看他们专业跳 hiphop 跳 locking 的都是穿个小马甲，然后跳起来很带感，然后看起来都一看就跳 locking 的，都不用跳，一看就是跳 locking 的，所以我就想，既然我跳的不是特别好的话，我就从模样上靠近一点吧，
于是我就买了一个小马甲，然后买了一个帽子，结果，哎，好笑的来了，我那天因为不是才，就是我不是那天去剧场的时候，周天刚好是彩排完才去的嘛，所以我那天就穿着我的表演服装，然后直接去剧场了，然后我就把我的帽子给摘掉了，因为太热了，然后我就不知道随手放在了哪里，然后我就没有带回学校，呵呵，然后没有帽子就算了，我说那我扎个那个双马尾。一样亮眼，一样非常亮眼。结果我这个小马甲，因为我不是在那里拍照嘛，我就在台下拍照，拍照，拍照，拍着拍着，我就忘记了我还要跳舞这件事情。于是我就在那里拍拍拍拍拍，我突然看到就是在那个幕后面有人在招手，我说谁在招手？然后看脸是在跟我招手，是在跟我说下一个就是我们的节目了，快点上台。于是我就。因为我当时太热，我就没穿马甲，我穿了件 T 恤，然后直接去拍照嘛。然后拍拍拍拍拍，他跟我说快上场啦，哎呦，下个就是我们了。然后我马上冲冲冲冲到那边上去之后，我的衣服在更衣室，在休息室我没拿，于是我就穿了一件很普通的 T 恤，然后帽子也没戴，我就一无所有了。嗯，丢倒是没丢了，马甲是这个，只不过我放到更衣室就没拿，没戴。对，所以我的帽子和马甲都没用上，开心吗？真开心，哈哈。所以我整个人一点都不 lucky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唉，好难过。而且这次汇演算是我们从入学到现在最隆重的一次演出，难过了。但是我精心做了很多准备都没有用上，而且我主要是我刚开始。期待值很高，期待值拉满，然后到后来就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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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变得特别难过，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没有存在感了。我说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努力的让自己有存在感。我给自己搭配了马甲和帽子，我说穿上它，我就是全场最亮眼的仔，哪怕站在最角落，我也可以最亮眼。结果没有想到，我最后连帽子也没有戴上，马甲也没有穿。好吧，双马尾，我觉得我最亮眼的就是我的头发了，哈哈。而且我衣服都没扎好，我本来是想把衣服全部都系到那个裤子里面，然后那样跳的，结果当时也没来得及，我直接把那衣服歘塞一下，然后我就直接上台了。好吧，都已经结束了。而且还有一件伤人的事情，就是我虽然说是已经存在感很低了，但我觉得我至少也是有一点存在感的吧。然后我们昨天不是刚好有那个学校之前就是算是一个老师，然后他就是来看我们演出嘛，就好久没见他了。他就在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最后结束大合照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："哎呀，佳恩你来啦！"我说我一直都在呀，我一直都在啊。他说。啊，你一直都在呀、啊？我说对对对，我跟他们一起跳了大旗舞呀、啊。我说我从开始的时候就在了。他说啊，都没有看到你，我现在才看到你呢。然后就，心碎了，就是感觉有一种上天派他来故意刺激我的那种感觉。唉，所以就感觉我就是个工具人啊，但我也不是。我等会儿跟你们分享我昨天拍的一张艺术流，一不是一意识流大意识流大大片，意识流大片，嗯，我昨天不是就负责拍照嘛，然后昨天刚好他们就是我们在开场之前，老师又给我们鼓舞了一下士气，就大家一起加油加油加油那样的，嗯，然后我就去拍照嘛，就是我当时还正在忙别的事情，他突然说集合，然后我就跑吧，这边拎着我相机就跑跑跑跑跑，然后跑到那里的时候他们。刚好马上就要开始加油了，然后我当时相机参数也没调，你知道吧？我在旁边，我歘一下就爬上那个围栏，也不是围栏，它有那个窗台，就是因为他们都站在底下嘛，我那样我够不到，我拍不到全景，我就啪一下一个横跳跳上那个窗台，然后举起我的相机，打开我的补光灯，我就开始这样拍，刚好在他们加油完，耶，然后那个样子解散了，然后我说啊，拍到了，拍到了，太好了，然后一看，我的快门速度调的是20。还是甚至更低，然后拍出来就是大家都是那个样子，全部都是虚的，我就一个大无语。不过啊，对，至少盖子打开了，是拍到东西了，嗯，
不过就是啥都没拍到了。然后我就后来我就回去之后修了一下图，就是修出了一个意识流大片，感觉还有那味儿了。嗯，而且我把那个照片发到群里之后，我统计了一下，从昨天我发完那个照片到现在，一共有2名同学使用了我那张照片发朋友圈，我感觉自己有被安慰到，大家认可了我的图。嗯，我昨天一回去我就开始修图，又不是拍好的照片嘛，我就把那个照片都发给大家。嗯，然后我就修了一下那张意识流大片。嗯。也这样吗？但是主要是因为我经常不是我发的比较少了，因为我发微博发的也少，嗯，不过我会把它当做我的电台背景，嗯，脸色怎么？我脸色很好啊，意识流，我觉得修图也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。可是你跑焦了要把它修出那种意识流的感觉，你要加那种胶片滤镜。懂吗？嗯，哎，我又错过了吗？合影，刚刚太激动了。等会儿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意识流大片。我有个问题，我直播多久了？电台背景不好下载。1个多小时，真假的？我就是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就是讲话讲好久，然后现在又有一次犯困了，好像就找回了当年的那种感觉。就是我终于把我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，之前的感觉每次一下播，突然发现，哎呦这事没讲，哎呦那事没讲，嗯，有一点点口渴，嗓子有一丝的那个，嗯。发口袋，对啊，我那个照片就是要发口袋的。我只不过我说那个直播背景不电台背景是说你们就是给我发的图，嗯，对，每次就是说话说的跟机关枪一样，不错，放假了就是好。虽然说我可能每天都会很懒惰，放假之后就会天天待在房间，哎，也不会的，最近要天天排新公演。好，其实这件事情我今天还有很多任务要做呢，其实很多事情要安排，然后还有东西没卖完，还得好好思考一下，买，服装道具什么的。那就跟大家说再见喽，拜拜。